我作為即係香港一個80後嘅青年啦，咁今年咧係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，咁頭先咧我睇完嗰套戲啦，1921咧，咁亦都知道咧中國共產黨成立嘅前後咧都係艱苦創業啦、流血犧牲嘅，咁就為到全中國人民咧謀幸福。咁我哋而家呢個時候咧，比起過往任何嘅時候咧，亦都係更接近我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嘅目標。咁我相信咧，未來中國共產黨咧，亦都一定會帶領中國人民咧去尋找更好嘅未來。